超还超离谱吗？死机，定可取胜。存钱。识破敌军。好羞。怎么不是关羽跟张飞？你搞什么？全冲，这是烂到又不行。但是龙云这行不行啊？诸葛瞻怎么都是这种超累的、啊？你是款待分这烂到又不是。张良，这个会不会太算是四星了？再一次，哇！金光闪闪超，我过一头啊！以击溃敌军。突然，这统差良将，对，这次会拿什么？蒙起来吗？黄甫松太雷了，我好不容易拿到两将就是黄甫松了，再来